军衔，对于和平担任官的筛选，很多人都觉得很困难，因为一筛选以后，结果就会出现不同。我们试一下，北京明明有三个人，结果一筛选以后只一个人了。我们再看上海，上海有三个人，一筛选只一个人了，所以这都是不正确的。那是不是不能筛选的呢？其实也是可以筛选的。我们看这个，上海有三个人，我们筛选一下，上海三个人全部出来了。同样的道理，北京三个人也全部出来了。那为什么这个里面筛选不出来呢？我们一起来说一下。首先，夫子粘贴到这里来，然后选中撤销单元根，然后判准交际定位条件，选择空词确定等于上面一个，同时按下看准交回车键，然后选中这个地方。点击更刷，再把这里刷一下，再把这个删掉。我们再来筛选，北京全部出来了，上海也全部出来了。是不是经过这样做以后，每一个都能够非常准确的筛选出来呢？好，大家学会了没有？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观看。